嚟一次，互相聽多少少，我哋揾一個 common 嘅。初咧就好多舊生離開咗兒童合唱團之後咧，咁佢哋都會成日表示話，哎，好想翻嚟唱歌啊，好掛住以前唱歌嘅日子啊咁樣。或者唔好淨係舊生啦，出邊嘅一啲年輕人，其實佢哋都可能係好想有一個能夠持續練習同埋有要求可以令自己進步嘅一個合唱生活。所以我就萌生了有一個青年組。Okay, 清楚。And then, 我們之前都練過了。With my heart, I love. 我聽到個 love 字的嘛。我覺得我們貴精不貴多，我們不會說彩排很多時間，但希望每一個團員來到那一刻就是比夠 100%， 我們在當下做到最好的，然後朝著目標一起做到很多好的演出。你每一次在這裡不在這裡，其實跟整個團體的效果也都會很有影響。那我想當每一個人都感覺到自己對個團體的重要性的時候，即我會希望這一樣都是一個你其中一個找你自己 identity 的平台。每個人的 contribution， 每個人都好，都很重要，每個人都要需要很熟悉群譜，那不要粒粒是吧。會好像每個人都是 solo 那樣，就是會需要自己主動一點，大聲一點唱。對於香港的成人合唱，其實都是一個很好的磨合的階段。成人合唱團有很多即 focus 在不同的曲風裡面，青年組就是一個很好的訓練，讓他們剛剛進入運聲 SATB 的階段裡面，而能夠又好接觸很多不同曲風，令到他們將來有一個更加清晰的選擇，以及打好一個基礎。而講緊我哋 youth 嘅氣氛，其實大家都會好融合。咁我希望年輕人可以從唱歌更加揾到自己，更加體驗到自己嘅感受，亦都透過唱歌去同其他人去建立一個關係。